是男人，说女人就像这样的。然后他不是开玩笑说，女真瘦，女真瘦。这个女同志，女这个女真不是清朝那个女真吗？然后这树叫女真树啊，很漂亮长的。然后大家看这边，你要看到顶上看到那只柏树，对，只看到缠绕那块是女真。是三十代方丈，三十代方丈，雄性那个，双峰的，对。你怎么？塔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小门啊，小门的地方是开的，其他地方都是关的。还有这尊啊，我右边这尊，这个也是开的。开的叫普通塔，普通塔就是说不是给一个僧人建的，其他的关的都是一个僧人，其他的这两个呢，就是说有可能是两个或者三个葬在一起的。刚才有人问我里面有没有灰啊，这个塔建的时候就是僧人圆寂以后，他的烧成灰以后，灰放在下边，放在地宫，然后上边建塔。刚才那个寿塔有人说是不是没有灰啊，寿塔是先建了塔，但是后来素皮大师圆寂了以后，骨灰又开开又放进去了，所以还是有骨灰的啊。除了骨灰以外还有什么东西？就是灰。如果他是一个得道高僧呢，烧剩下的那就叫舍利子。那你这样比方说有两个或三个的时候，他是同时放进去还是不同的时候他们是随后放进去的。就是不同的时候。对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同时就。对对对，我的意思是。对。那个驴车的感觉，哎，对对对，驴子就在后面跑，不就在后面？是是是。王总说到了，现在进入夏天了嘛，然后这边呢，因为是重要的旅游地方了，所以好玩吗？最好玩，还是你在那个Peru的那个好玩。都好玩，我这个车开的比较快。对对对。我父亲是在洛阳，所以
修理一下，我不大会讲河南话，但是我知道河南人好客，咱们家有西瓜，客人来了就叫拿刀来杀。我姓丁，叫丁文瑜，我老婆陈美惠还是在旁边，没有追掉。我简单一点啊，不要记什么丁文瑜、陈美惠很麻烦，叫我老丁就好了啊。因为我大概年纪在这里也算近一点，稍微近一点。我深入红中，其实不要这个。虽然老一点，但是老而修，个性随和，所以大家不能这么老人啊，不需要有那么有压力。在未来的这几天呢，我一定会跟大家处得快快乐乐。下次旅行，你们一定会想到我还要找老丁，谢谢。带出来的新同学，我姓蔡 ，Steve 蔡，我带来 Marsha 蔡，我们都是台湾生，台湾长大，然后到美国，已经去了30年了，都在 Huntington Beach 放在 Valley。那老丁说以后还有团的话，还会带我出来。看这是表现。How do you behave？ 我太太是张淑菲，我们是越南华侨，我们来了美国3次。那31年了，我也退休，已经退休12年了。那么我太太最近也退休了，所以我们随时可以准备出发了。我们是无业游民。我们是无业游民，现在回去跟你们。OK， 谢谢。是汤小平，我太太是郭秀丽，我今天早上也自己又取了一个新的名字，我现在再讲一次。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侨团的领袖蒋领袖，他的名字叫做 Bill Yang Hu， 所以我现在我的英文名字是 Phil， 我就叫 Phil Apple。啊，剩下的我让我太太讲，你还剩10秒呢。我不用讲了。我姓卓，叫卓时期。我太太叫贾丽明。他的名字像个男孩子，我常常有的时候被他搞得不晓得怎么办。因为他太男性化了。我很喜欢跟你们在一起玩，虽然上次思路我没有去，可是上次在张家界我去了一半我回来了。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来的。好，谢谢。叫我太太是韩小淑，蒋石亮这个叫我做小组长，所以我就专心的点名。那么本来蒋石亮是叫我做这个 group leader， 那我就跟蒋石亮说，你虽然忙的话，你还是做领队好，我就帮忙好了。所以我是这个 backup， 反正能够帮忙就好啊。那么我们这些朋友，我是那个7位散客的里面的中间的2位。不过我们这个车上人，我们都认识，都出去做过活动，旅行啊，打高尔夫、打网球、跳舞、唱歌，做过很多事情。所以只有大概2队我们还没有出去玩过。那么希望大家这个再有一次很好的旅行啊。很高兴这次又和大家一起去玩，我跟大家大概一块玩了7-8次了，所以很开心，谢谢。